在抓狂停电的晚上，你在身旁为我点亮一束光，心跳加速缺氧，眼神的碰撞，你的呼吸贴近我脸庞，有你热肠快乐不打烊，无聊笑话给晚餐多加分糖，比漫画还要更漫画的日常，欢喜悲伤复刻生活的模样，下雨将房子出租，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，永不涨租，永不售卖。如果有违背合约内容，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，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。你这个合约写的也对你太不公平了吧？我是房东，你要给我租金，很平等啊。就像这个欠条，当初我占了你的便宜，现在到你占一把。谢谢你。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，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再也不会分开了。回家。等等，我们现在是正式情侣了，要个晚安吻不过分吧？你早点回去睡吧。那我明天来接你。晚安。晚安。等一下。晚安，大舅子。你，谁是你大舅子？走了，回家。走了，他抱我。他喜欢你。哥，消消气，喝口微醺。你跟林月怎么，你这么轻易就答应跟他在一起了？就是有一种感觉，叫做鬼使神差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？你是真的爱上他了？哥。我听说了，悠悠跟我说了昨天的事情，他昨天可能是有一点紧张。别用悠悠岔开话题了，你跟林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你看到的这么回事。不是哥，林月他们一家人都很好，除了他那个哥哥林芳，其他人真的很好。哦，就见了一面你就知道人家好了。看样子你真的陷得太深了。
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他的话，我愿意让你们好好试一试，但是答应我一个条件，如果他欺负你了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无论如何不要让自己受委屈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的手链呢？哦，我出门的时候把它放在盒子里了。你还是戴上吧，戴上会安心一点。没关系，现在我已经很少做噩梦了。是吗？待了这么多年，突然有一天就不需要了。什么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。嗯。我准备搬回杨梅胡同了。那房子不是卖了吗？是卖了呀，不过新的这个房主呢，还是打算把这个房子出租出去。我这不就赶上了吗？刚好就遇到了。那要是这个新房东像以前那个房东一样，说赶紧走就赶紧走，怎么办？嗯，不会的，我跟这个房主签订了一个特别的协议，不会被赶出来的，你放心吧。这才刚搬进来就要走。你就那么喜欢那边？那边确实是没有你家好，也没有你家住的舒服。不过我真的是习惯了，而且那边有我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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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珍贵的回忆。哥，我就搬个家，你不用搞得这么生离死别的吧？你想来看我，你随时都来。我也可以经常过来看你，但是我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老住在你家。你可以一直住在我家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什么时候搬，我帮你。您好，我来帮安心小姐搬家。真的是麻烦你了，辛苦了，谢谢。没事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林总今天本来打算亲自来的，但突然有个会，所以。不是说好了明天才搬吗？为什么这么突然啊？我看他就是个腹黑男，小心眼。您尽早搬过来，林总这颗悬着的心才能尽早放下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不用送了。会议的内容就这些，大家没有什么补充的话就散会吧。啊，怎么了，安心？总监，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方案，想大家给点意见。没事，那我们一起看看吧。哦，好，耽误大家几分钟。我想做一个九头鸟坠入人间之后的一个故事，我的灵感来自于中国《山海经》中的九头鸟、九凤，因为我认为二次元跟中国神话传统这样结合的一个东西，会引领一个新的流行方向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，这是我新做的一些人物形象，还有一些概念。这种画风好像不太符合咱们公司的受众啊。是这么说啦，但是我觉得安心的这个选题可以尝试一下。但是这种风格的选题受众也太窄了，而且不符合现在青少年的喜欢。你有做过市场调研吗？肯定是没做，这个板块都没有，而且这 PPT 做的也太粗糙了。这个选题啊，咱们公司确实还没尝试过。但是我看这个题材还是挺新颖的，也不是不可以做啊。
这样，安心，你先更新个实话，看看效果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我想试试看。林月，哎呀，我今天要加班，你先回去吧。你怎么又要加班呀？老板给你安排工作了？不是，是安排的工作我还没做完。那你要加班到什么时候啊？我觉得可能得到凌晨吧。你别等我啊，你在下面等我，我都没心情做工作了。你一个女孩加班到凌晨也太不安全了。没事，我们公司安保挺好的。哪里好了？我连个保安都没有看到。行了，你就不要啰里吧嗦了，回去吧啊。嗯，那我看着你上去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不会等了我一晚上吧？怎么会？我哪有那么闲啊！快上车吧。那，把早饭吃了。你吃了吗？嗯。吃点儿。这快点吃，吃完还得上去。还要上班啊？嗯。不睡一会儿吗？怎么睡啊？我车上有毯子，你睡一会儿吧。还说没等我，没等我哪来的毯子啊？那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我可是最佳男友。我男朋友真可爱。嗯，没刷呀。没事，我也没刷。顾安心，你凭什么这么幸福？顾安心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别怂。今天早上九宫倾城出来的数据了吧？啊、哦，看了看了，没想到安心这么厉害，才刚出道十几话就冲到了全网第一，历史第一人呐！什么呀？你不至于连这点水分都看不出来吧？那明显就是买的数据啊！买的全网第一，不可能，一般人没有这个能力的。一般人当然没有这个能力了，哎，我们这个空降兵背后可是有妞味的总裁啊！
传闻是真的？今天早上我还听见老板跟丁卫的总裁汇报呢，原始数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。没想到安心背后竟然有这等靠山，不然你以为呢？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菜鸟怎么进来我们公司的？多少作家都进不来呢，这人你说就是有点贪心啊。本来九凤倾城的数据还不错，他非要争个全网第一。不好意思啊，占用了大家的时间。我虽然是只菜鸟，但是我一定不会买数据。这个事情我会去搞明白的。对不起。哎，你好，没有出入证明不能入内。那您帮我通报一声，我找你们领走。请出入证件。安心，你刚好来了，你有那个什么出入证吗？他们不让我进。我不用啊，我刷脸。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这位是你们妞未未来老板娘。哦哦，都是他。我都说了让老板娘进去，你干嘛呢？你什么时候这样说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们单独聊聊吧。你们两个先出去吧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想我了？有些话在电话里说不方便。什么话？我进赵氏文化，是你安排的吗？你都知道了，所以上午的九凤倾城数据也是你买的？是。其实我一直认为，只要我一直努力，哪怕是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师，靠我自己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让这一切来得这么快呢？我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要得到这一切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，我只是想让你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其实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能靠自己进赵氏文化。我只是为了你添一把柴，你要相信你自己。这不是一把柴的问题，你这是给我搭了个云梯，直接给我送到了青天。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那比起在家默默连载，去一个体面的公司上班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吗？体面？所以你认为我不劳而获，得到了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一份工作，这个是体面？何况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家里默默做连载，这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，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，这是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也对，在你们上流世界中，连感情都可以拿股份当筹码。一码归一码，怎么又扯到股份了呢？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至于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吗？你认为不至于对吗？我们分开冷静一段时间吧，之后的事情再说吧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分开，一分一秒都不行。该说的我都说了。我们能再好好谈谈吗？把话说清楚。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是你没有办法理解我。
你这是要把我扣留在这儿吗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事儿，没事儿就好。脑屏作用。过几天就会好的。还有什么资格来这儿啊？我还是安心的男朋友，我怎么就没有资格？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作为男朋友，你就是这么让安心伤心的？这件事是我和安心之间的事情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从小到大，安心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那现在在为一个完全不值得的人在伤心，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你想怎么样啊？我会保护他的。如果你不能给他幸福，趁早滚。我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，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？你所谓的体面，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。厉害厉害厉害！吵死了！大神，请继续。不用上学吗？今天周末。你找点其他事情做不好吗？本来班花约我今天去打游戏的，可是他说我气，就去补习班了。那你们俩还真是同病相怜呢。小胖孩，让一让，大人要聊天了。我妈说我就不是胖，是健美。是吧，辛格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呀，现在跟你们家老爷子越来越像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总烦你们家老爷子给你安排到集团当总裁，不给你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吗？那你现在给安心安排的这一切，跟你家老爷子有什么区别呀？你还总说安心是一个脾气特别倔的人，他脾气这么倔，你都敢这么做，我也是服气的呀。我本意不是这样的。那你们家老爷子，他本意也一定是好的。安心，你要找的人最近在毕树村出没，这是他的地址，宁远镇毕树村189号。
卡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支付宝。好的。哥，我找到雨果了，现在要去趟避暑村，晚上不用来接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稍后再拨。哎，你好，想问一下，有看到顾安心小姐吗？安心啊，她今天提前下班走啦。她提前走了，她有说她去哪儿吗？好像是去看一个什么老朋友，在避暑村什么的。谢谢。林总，雨果好像就在避暑村。家吗？在这儿，你一个人来这太危险了。我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会儿好吗？等一下。我进来了。雨果，下雨了，咱们回去吧。他的行李都还在这儿，他一定会回来。我在这儿等他。那他要是不回来呢？你就一直等他吗？走吧。快下雨了，你先上车吧。我又不是没腿，我自己走。确定吗？这走到车站要半个小时呢。下雨就下雨，又不是没有淋过雨。我知道你不怕淋雨，但是你今天穿这么透，万一给我看光了怎么办？自己了，我自己了。手怎么这么凉？好点了吗？
费转给你了。我们之间用不着谈钱，我不收。帮你收了，不收的话我就不坐车了。你很有钱吗？总拿钱来解决问题。我没有钱，我只是医药画葫芦，跟某些人学的。车没油了，这附近也没有加油站，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。要是不想在荒郊野外过夜的话，我们就得另做打算了。老板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请问有没有手机可以借一下？老板，订房。哟，欢迎二位贵客。老板，能不能借一下手机啊？哎，你看今儿这大暴雨下得太突然了，把我这信号线都弄断了。你看我直播都看不了。他是不是不想接我们电话？好像是。嘿嘿嘿，我说你们小两口有什么话？回房间里说呗。我们不是小两口。不是小两口，那你们离那么近干嘛呀？帮我们订两间房吧。好嘞，一间大床房。不是，是两间房。哎，实在是不凑巧，我们旅店啊就剩最后一间大床房了。怎么可能就剩最后一间呢？我看你这儿也没有人，也不像是满客的样子。要不我们去其他家看看。好。去吧去吧啊，看看我们这小地方方圆百里是不是只有我这一家店啊，到时候恐怕你们回来一间房都没喽。一间就一间吧。得嘞。现在的酒店就是这样子，总是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你拿那个东西干嘛？今晚就先将就一下吧。但是这儿只有一张床。那不如……不行。不行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不如我睡地板，你睡床。怎么，你想跟我一起睡？跟你个头！快去洗澡吧，别感冒了。知道。你的衣服我已经帮你吹干了，谢谢。我们都早点睡吧，你快去把澡洗了。你坐下。怎么了？你头发都是湿的，这样睡觉会感冒的。
有张昂。张昂哪有你跑得快？你拿我跟张昂比。行了，下去睡吧，走了。嗯，我都打死了，没有了，去吧。那你睡地上。啊？我睡就不睡。好吧，其实你也可以睡床上，但是我要准备一条三八线，我们都不能逾越这条线。你睡你的，我睡我的，明白吗？嗯。这个就是三八线，你只能睡你那边，我只能睡我这边，明白了吗？晚安。既然我们一起睡过了，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把门的？什么叫一起睡过？我们这个叫共同使用过一张床。好，那既然我们共同使用过一张床了，那之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原谅我？不是说没什么事情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吗？我真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些虎狼之词。你先回答我，你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？就让我原谅你。我知道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。你看着我。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忘了考虑你的感受。之前的50%，离开你也是，为你安排工作更是。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。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。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，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。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？笑什么？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一连串这么多话，像在写小作文一样。你先答应我。其实我也冷静地想了一下，毕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想法难免会有所不同。就像我喜欢吃烤地瓜，但你说它不卫生一样。我现在不这么想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即便是这样，那也没有关系。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对方好，我以后会尽可能的去体谅你。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，互相坦诚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不需要三八线这个东西了吧？啊？既然我们和好了，就不需要这种东西了。好吧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能做出的事情。什么？的事情，就是
没什么，不懂就算了。钱已经汇到你账上了，马上换个地方住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明白了。你说你不做什么的？这次是你先挑的火。你不是都睡着了吗？你动来动去的把我吵醒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动得很轻的。我抱着我的全世界，我怎么睡得着？去有了回忆，心